我爸爸也没口红了。他说你也跟江军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没有想过要跟他结婚吗？哎呦，我其实试探过江军，但是我感觉他现在不太想结婚。对吗？你问过他？对呀、啊、我怎么问他了？将军，我想跟你结婚了，他要是答应还好，那他万一不想结婚怎么办？那个时候我们俩不是会很尴尬？怎么去面对彼此？被这么一问，家里本来要聊的东西就会出现裂痕。家人们，你们好呀，家人们。Hello， 家人们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你们好呀，你们好呀。耶，刘老师，耶，李国清。开机的美女，你好，你好呀，你好呀 ，KY 你好，我这好有延迟啊，我的延迟好严重啊，家人们对吧？这磨皮是不是开太大了？这磨皮，家人们。亚失联，对，亚失联，失联。吃饭了没呢？在干嘛？去看抖音去了。刚才原本是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会很激动，那我会很激动。我就一直在看李珊珊前辈的抖音，一直在看他的抖音。太棒了。过完年轻了送你，太棒了，怎么可以这么棒，就是说好棒，受不了，我肯定会激动的，肯定会激动，我会害羞，我会害羞。我今天没有夹头发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没有夹头发，因为我的夹板没有带回家。晚上好，晚上，听说今天讲物理，什么讲物理啊，我根本就不会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呀，鱼鱼。我在直播。
什么就是这个方言啊？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还是后进生？我是天生。感觉得出来好英俊。我现在还要涂个口红，直发也是直发。趴开，我家的狗来看我直播了。女娃才涂口红，我就是女娃呀，我就是女娃呀，我也涂口红。对，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呀？你是帅哥，我是女人。后面是麻将吗？对。你家狗没有吵架吗？我家狗今天没有，它今天没有打架。今天是帅哥，我举着手机屏幕。看你看累了，拉姐，我是真的会生气，哼。我长痘痘了，看。我长痘痘了，长痘痘了，家人们，看不出来。新的妆化得很俊秀，我每天的妆都是一样的呀，我每天的妆都是一样的。人死了直接进被窝了，多穿一点，很冷的，真的。今天的妆化得也很俊秀。刘雨婷终于不是电台了，对，不一样。你上班的时候画的好妖艳，妖艳一点不好吗？难道我是一个，我可是一个美女哎，那个眼睛角角咋啦？我眼睛角角咋啦？眼睛角角咋了？这样直播，坐在椅子上挺爽。我要把衣服给拉下去盖住我的腿。眼线画的不错，那确实，我化妆可是很厉害的，可以把自己都画的不一样。我素颜像个鬼，哎，我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我素颜还是可以的，不错，哈哈，你不会画，还好吧？其实多学一学。刘雨婷的素颜像不像啊？有，只是有点黑眼圈，我黑眼圈很重哦。哎呦，我把这个眼睛的眼角给抠掉了，因为我觉得很丑，我就给抠掉了。我睡觉是那个，我睡觉呀，我睡觉的，家人们，又来听我讲狮子座。我今天也不会讲狮子座了，狮子座就是永远的很要强，不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自负。你为什么不做美甲？我不做指甲，洛洛的美甲好好看，我不喜欢做指甲。我不喜欢做指甲，因为我会给抠掉。美甲好麻烦，对，我也觉得美甲很麻烦。我会给它抠掉，而且打游戏不太方便。那你喜欢做
人家的小老公吗？做谁的小老公？那得看是谁。我可以做自己的小老公，因为我好爱我自己，主要是打游戏不方便的。对，我打游戏不方便，就是闲的时候会抠。对，你都不做美甲，我看小二做什么美甲？我看小二不做美甲。拍一下镜头，好。这样吗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好丑哦。戴美甲打游戏，有时候技能按不了，确实按不了技能，我就很烦。是手机的问题，我手机又坏掉了，你四川省第几名了？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我四川省第几名？我有很多个四川省第几名，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最牛的那个，四川省60多名吧，因为我打不上最，因为打不上去，很难，我觉得好难哦。就是一些个电竞女人就是最屌的，哈哈，好好笑。我的美瞳好干啊，人开心了干啥子都开心啊，确实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刚才说了哎，真的吗？啊，对不起，那我一会儿删直播。打嘴，我自罚，我打嘴。我想吃，太好笑了，我想要吃点东西，因为我家今天买了很多零食，我去买的。买了我好多钱，该着，我看到小二，你是不是没上班啊？你是不是摸鱼没被发现，在我直播间来怼我？我看到小二，囤货，那也不是，你下班。我说的是，你是不是摸鱼还没被发现，到我的直播间来怼我？哎呀，我是真的这个光好丑啊，哎呦对不起，让你们看到我的腿了，不好意思。你都下班了，好快！你平时不是11点多才下班吗？下得好快呀！你那么宅又那么会化妆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玩 cosplay 的，所以。能懂吗？泸州杨超越什么意思？虽然杨超越很好看，东郊记忆女，那也还好了。谁给我发微信？看不起杨超越还是你？我没有看不起杨超越啊，我很喜欢杨超越的，我之前手机壁纸都是杨超越的。不敢蹭，我朋友在给我打电话。
瘦脸开大一点点，因为我的脸长胖了，开到30猪头，因为我的脸胖了。拉门，拉门是这样的，很像鬼，家人们，瘦脸拉满是这样的，很像鬼。然后我把大眼都拉，是不是很像鬼？是不是很像鬼？啊，你不要喊我小米，我在直播。好。好丑啊！家人们，这是什么特效？好像鬼哦。关掉。你的小名是啥子？家人们之间不可以分享吗？家人们之间可以分享，可是我的小名有点土，我的小名很土，小名太土了。你要听，不给听。谢谢拉姐送的红包，谢谢，祝你新年快乐，天天开心，拉姐。姐姐追番吗？追呀、啊。嗯，怎么能不喜欢我？我的小名有很多，你想听哪一个吗？我小名有很多，你想听哪一个？姐姐刚才喊的那个，你刚才喊我啥子啊？他叫我晚上好呀，晚上好呀。什么番？什么番都追。啥子？我翻牌告诉你嘛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真的有点土。真的好讨厌我的姐姐。我疯了，我姐姐真的好讨厌啊。我给你们讲一件事儿，你们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，我就唱首歌给你们听，刘雨婷的歌。什么歌？哦，啥子歌？你们要不要听？要听的 Q1。 我直播间现在没多少人，没有人就真好噻，没有人。一 OK 啊，听到了，你们听得懂四川话不？很土的这首歌。哎呀，你播呀，这我播，我马上关直播了。播。儿王对。啊！要把我变成李子。烦死了。啊！我真的会生气，好烦。我要拿东西吃。我是真的会生气，家人们。姐姐最近是不是多抽了两杆？她又，她的嗓子又沙哑了。姐姐，爸爸还给，爸
爸爸还给姐姐呢。没有，那是因为爸爸也是社会人，我爸爸长得很凶。真的，爸爸好凶的，长得很凶。六月婷，你也想吃？给你，来来来，张嘴。全黑好帅，我就穿的全黑的。多了真香，前两天那个红娃儿真的土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很可爱，可是我觉得很可爱。今天穿的一身黑，因为我没带什么衣服回来，说实话。刘院能不能帮我倒杯水？我不要，不要。什么？微信爸爸是哪个微信？在喝水，那我刚放倒杯水嘛。家人们，想要了解个什么？今天要讲解些什么呢？家人们，我现在可是要去学算命的。今天有点漂亮，哪天不漂亮呀，拉姐？对吧？好陌生。难道你喜欢我丑的时候吗，拉姐？喜欢我丑的时候？嗯？第一次看露脸直播。啊啊啊！家人们，辣椒倒在我的腿上了。不是，是你平时算了，不说了。是我平时太美了。一定是我平时太美了，今天一点点美，那马姐有一点不知所措，对不对？走了，拜拜。我错了，马姐，我错了。一边看直播一边打游戏，哇哦！天气打脑壳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就喜欢玩一些尬的，不好意思。我有点饿，我要把东西吃完，和家人们好好摆。我今天吃了好多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这边有一个土豆，炸土豆很好吃，我吃了5块钱的，我吃了5块钱的很大一份。你每天吃的不多，吃的多。我吃的很少的，我今天吃了那个一碗面，然后一份土豆，5块钱的，但是很大一份，它是用盘子装的一盘，拜拜了，走人了，拜拜。都不知道和家人们聊些什么，又什么都想和家人们说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件事开始说起。卡了，我卡了吗？
上饭就可以了，要看我吃饭了。哇，我眼睛好痛，卡了一下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就行。就是这个小鱼仔，我很喜欢吃小鱼仔。然后我在网上去买了这个小鱼仔，买多了之后吃多了我就不喜欢吃了，然后现在又开始喜欢吃了。一包魔芋爽，是两包魔芋爽，一包小鱼干。我头发打结好痛啊，好了三包，结束完了。 OK， 我家电视坏了。 OK， 很不错，很棒。我不要叫我快手二，我是真的会生气，分手了。你不是吗？我是，可是这个太土了。不看小二，你看这个鱼是鱼小二，看鱼小二，我看到它是鱼小二，然后我就买来吃了。原本是不打算买的，但是它的标题很吸引我，然后我就买了。鱼小二，鱼小二，我说的是你，乌看小二，别在这儿给我整。你觉得今天如何，小二？今天如何？一些个做做，吃了三袋零食的刘儿妹，啊，不要叫我的小名啊，能不能叫我？他们叫我美女。今天也是胖娃的一天，我只吃点零食嘛，我只吃点零食嘛。哎呀，风湿痛了，家人们，风湿痛了怎么办？因为我在我们家占老二，所以就是那些个小名。不要给我整，可是我今天没怎么吃嘛，我今天是没有怎么吃。而且我吃的是零食，我没有吃饭，真的。很不错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手机。家人们，我回来了，去拿了个手机，准备放音乐给大家唱歌，家人们想听吗？家人们想听这个什么歌曲呢？想听一些个就是一些个土味歌曲的话，我还是有的哟。 QQ 糖给大家介绍一下， QQ 糖很 Q 弹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吃哦，大家都给我去买。而且吃 QQ 糖的人会越来越可爱，
越来越胖，不会越来越可爱。送给乌克兰小二一首狮子座。七月份的尾巴，你是狮子座。八月份的前奏，你是狮子座。喜不喜欢狮子座？怎么了嘛？你怎么了嘛？这么凶，正在干什么？今天我开心，这不和你计较了，这不和你计较了，乌克兰小二。问号什么问号？多喝热水，小二们。多喝热水，家人们，我先干了。喝，好烫啊，真的有点烫。唱首什么歌呢？哎呦，烫到我的心痛，烫到我的心了。唱到我的心了，怎么不继续唱了？要继续唱呀，刚刚烫到我的心了。唱一首《门没锁》。多喝开水，对呀、啊。耳机戴上。门没锁，进来坐。天都黑了，你都没来过，没来过。心都乱了，也都没傻过，没哭过。完美的剧情错过。哎，给大家唱那个吧，唱那个。唱新型病毒、啊、你还在磕 CP？ 谁的 CP？ 谁的 CP？ 让我也磕磕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很无聊，我没有 CP 可以磕。你趁着没人，不如来个喜欢你。好呀好呀，但是我没有姻缘哎。喜欢你，我觉得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欣赏自己，因为太丑了，太丑了。乖小孙女，唱这个。在这漫长的夜里，我的思念被雨淋，而你会在哪里？我很喜欢你，只是飞荡在原地，还在等你的消息，你却一直没回应。就算前方的看不清。我只会唱我的分词。你是我的唯一，一直存在我心里，很清楚的想你。我很喜欢你，还有你的眼睛，
冷像一轮潮汐，拉近我们的距离。的夜里，我的思念被雨淋，而你会在哪里？我很喜欢你，一直被困在原地，还在等你的消息，你却一直没回应。就算坏天气都知，我不会唱这，我只会唱我的分词。的。你的出现才能风平浪静，总有一天我只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唯一，一直存在我心里，清楚的想你。我很喜欢你，更加坚定，跟山原潮汐拉近我们的距离。你会在泸州放牛，我才不会。我才不会放牛，我才不放牛呢。在二妹心里，在二妹心里什么？不求不求不求不知道，反正不是。我很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唯一。谢谢乌克兰小二的虎娃娃。我们的距离，我很喜欢你，那个漫长的夜里，我的思念被雨淋，而你会在哪里？我很喜欢你，还在等你的消息，你却一直没回应。好多了哦，现在卡吗？现在卡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的下颚线都吃没了。不卡就好，不卡就好。换一下我头发，怎么样才能好看一点？因为我好久没有露脸。我怎么样才能好看一点？我都破的电台呢。就再唱一首什么？乌克兰小二还想听什么？还想听？倒数今生开始，闭上眼，钟声过后就是乐园。唱歌舞技人未眠，花开不变，梦不变，新一年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我很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唯一。你唱首适合洗澡的，洗澡的时候我都听什么呢？洗澡的时候我都随便听的，我听的那个什么来着？我得看一看，你是我的唯一，一直存在我心底，很清楚的想你。我很喜欢你，继续被困在原地，还在等你的消息，你却一直没回应。听一首确实是唯一了，你洗澡都还能打屏幕打弹幕吗？唱一首清源吧。请给我妈妈河山破碎的山巅。请给我
过茫茫河山，破碎的相片，请给我前世和你翻滚的容颜，总想要遥遥星河之外的蓝天，想要灯火阑珊，细雨声缠绵，给我两行星，我背诵着，请给我孤灯几盏，缭然的寂静，总想要寥寥寂。这我之前听的歌了，居然你也听过，乌克兰小人。哈哈。让我梦到你，梦到你，这里我去。请让我看到你，看到你，穿越星际。请让你梦到我。颜值和实力并存，巨仔的宝妮还会说话。我比你能生气。让你看到我，看到我，炽热欢愉，请给我唱一首。那首我很喜欢的歌，我微博也发过，叫做《我发现你》。老是骂脏话，我已经被说了。是否有人在意？没有人听，不需要人听。我发现你，我都被说了，我都被拉进办公室详谈了。让我留在你身边。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。
多纷扰是非。哎呦，我怎么把我的小小爱同学叫出来了？他怎么又出来了？是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时间向前走，一定只有路口，没有尽头。纷纷扰扰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了解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。那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。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都陪你度过。这首歌某某某某某很喜欢听。然后我也听过，找不到歌唱了，不知道唱什么歌曲，唱一些个如果呢。看幻想中的星星，对，是某某某，所以是骆雨婷，他很喜欢听，他很喜欢听这首歌，他每次在宿舍里面都会听这首歌，而且最后他还会放 MV， 他非得要给你看，然后他给你放 MV 之后，他能完全的背出那里面的台词，什么，下周我演唱会，我能来，我能来吗？你来，我邀请你，他都能完全的背出来。的星星，平行的天际，你说过的话语是那么平静，能记得我的好。Hello， 超级元宇宙。我的心里，你这座城堡。我在唱歌呢。谢谢元宇宙送的红包，谢谢。如何？你觉得我今天好不好看？心已做得到。如果说是真的爱我，那为何都说不出口？一大堆的所以然呢？我脑海只是为什么？就让我放下所有回忆，所有事情不那么清晰，也许会好，哪天都好看的嘛，哪天都好的嘛，你少打了一个看字，严谨一点好吗？严谨一点好吗？看，严谨一点好不好？哼。放一首是那么平静，记得我的好。你没电了，提前和我说声晚安。好的，晚安，拜拜，明天继续看我直播。我也不知道，如果说是真的爱我，那为何都说不出口？一大堆的所以然呢？我脑海只剩为什么？就让我放下所有回忆，所有事情不那么清晰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的爸爸，今天他莫名其妙和我分享一些视频给我看，什么女儿在外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又是女儿大学毕业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女儿不听爸爸的话，爸爸一句话让她回心转意，让她怎么怎么样的，然后发给我看，然后。
然后他说我觉得对你有，他说我觉得对你们有帮助，就是发给我和我的姐姐看，救命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他不是，他不是那个，他说女儿出门在外应该如何，爸爸疯狂暗示女儿出门在外如何保护自己，女儿出门在外应该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发给我看，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晚上好 ，Hello 星星游纪元，谢谢哦，谢谢星星游纪元送的锦鲤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爱你爱你，谢谢你送的锦鲤，谢谢，谢谢你送的锦鲤。家人们还想听些个什么歌？我想和我的爸爸一起录那个视频，就是出门在外这么多年，终于学会了武术，保护我的爸爸，就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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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就是这样打拳的那种。我想和我爸爸一起拍那个视频，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配合我。我觉得我爸爸应该会配合我的。我想了好多个土味视频，想和我的姐姐拍，想和我的爸爸拍，但是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配合我拍一些个土味视频。在后面吗？没有，我姐姐在那边，我爸爸出去吃烧烤去了。有什么要聚餐，有什么聚会，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。我爸爸天天有很多聚会，忙死了，大忙人。我们说他大忙人。听这个，唱一首《呼吸决定》送给大家。保安，快来，保安。他把我手机往天罗了，人家活动多，还好吧？我洗头了，我今天洗头了，能够看出来我洗头了吗？唱这个吧，还好。啊！我的手机掉下去了。风向美女刘雨婷，风向星座对。晚安。手机被摔坏了。旺仔，这是 QQ 糖，什么旺仔？那是 QQ 糖，旺仔 QQ 糖而已嘛。失去你的我，一起盖落。旺仔 QQ 糖。放一首什么歌曲？放快乐女孩，放快乐女孩，家人们。我要甜甜的味道，我要香香的泡泡，不要咸咸的眼泪，我要星星的闪耀。你的 BGM 对。的梦想穿越时空到处跑，衣服的数不清，服装时装要配套，笑一笑跳一跳，快乐女孩没烦恼，快乐女孩没烦恼。
一笑，跳一跳，快乐女孩乐逍遥。今天是音乐课，不要说我是老师嘛，真的会很，哪有那么感觉都把我叫老了。超级元宇宙，我真的是想翻手。甜甜的味道，我要想想的泡泡，不要咸咸的眼泪，我要星星的闪耀。我有喜欢的梦想，穿越时空到处跑，衣服鞋子做的舒服气，服装时装要配套。袁军老师可以叫，就算你们想叫老，就算要叫老师，不要叫刘老师嘛，叫小婷老师嘛都行嘛，叫刘老师好老哦，小婷老师还好吧。我真的给他们看星座，说实话我真的是给他们看星座。老师走哪点，哈哈，刘教授，超级元宇宙，是不是我暗杀你？我是真的会暗杀你哦，刘教授。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笑一笑，跳一跳，快乐女孩乐逍遥。天气热，空气中都是春味道，笑一笑，快乐女孩没烦恼。下雨了洗个澡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笑一笑，快乐女孩的逍遥，都是成长的味道。呜、哦！唱，鼓掌了，还鼓掌呢？哼，我可是。新来歌姬，我才是新来歌姬，我就是最棒的，我就是刘雨婷。我想蹲下来直播，等我一下，家人们。这样有点不太雅观，我还是把腿放出去。但是我风湿痛啊，我在折服啊，有点不太雅观，但是我风湿痛了，还以为变胖了。你看五年前的录播，没想到自己那么瘦，我真的是笑的要死了，真的笑的想死。
烦死了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你们，我真的觉得元宇宙，你的朋友不会打你吗？不会暗杀你吗？你的朋友不会打你吗？真的好杠啊！他们更缺德，天哪！难怪你们在，难怪你们能玩到一块儿，都这么损的吗？真的是好能干，我也想这么能干，但是害怕被打，被暗杀，我害怕我自己像元宇宙一样被暗杀。元宇宙迟早就会被我暗杀。你只能学到一层，一层都有够气死人的呢。我给举着吧。哈哈，你吃了复活甲，我是真的会笑。我是哎呦，我是真的会笑，谁懂？不行，家人们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我要下播了，再见再见，我肚子好痛。